之前看很多人玩爬音阶啊，作为一个专业声优呢，玩点跟大家不一样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莲莎。把你的零食通通交出来。他们都说我傻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傻。我就喜欢跟你漫步在雨中。给我跪下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都等不及了呢。很晚了，快点睡吧。吃了我的苹果，你就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亲，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啊？我想吃鱼丸。来来来，我们开黑啦。我最讨厌别人打我屁股，可你第一枪就打在我的屁股上。爆裂魔岩翔。哎呀，老婆子，还等等我呀。你们别急，看我的。你们是不是以为配音员日常都是这样讲话的？橙子橙子，可以把水给我吗？啊，可是我不想把水给你。啊，可是你不给我水的话，我就渴死了呀。那你就渴死吧，我拒绝给你水。并不是这样好吗？当然不是这样讲话了，开什么玩笑呢？橙子，把水给我。赶紧。我们是这样讲话的。我一起挑战多声线唱歌吧。我是小莲莎。的呢